临海，今生今世我不忘怀。谢谢你，今后你为我欢乐天台。老弟，你歌唱的这么好，舞跳的怎么样？必须的呀，走，展示一番。游戏不玩了。老爸，我跳舞的时候心中只有舞蹈。走。嗯。啦啦啦啦啦啦啦。游戏开了。老爸，老妈让你起来。你妈谁啊？叫我起来我就起来。老妈，老爸说他不起来。起来了，老弟，几点了还睡？别给你脸蒙。妈，把老弟也叫起来呗。你弟你就别管他了。你弟因为这老哥真倒了霉了，让他睡会怎么了？爸妈，是我让的，我真的不想再看到小杨睡懒觉了。你帮我谢谢你妈。爸，你有啥想说的吗？这是草莓，这是杨梅，遇见你妈，我真是倒霉。哎，这样吧，我赢两打击台球，谁赢了谁玩。台球打得好不好，我一个开球你就知道。这样吧，你们还是比比篮球吧。你这弄得挺专业呀。我给你来个胯下运球，你就知道我球打得好不好。这不新年了吗？我给你们买了条新裤子，祝你们兔年酷酷的。这个裤子好像买大了吧？不过没事儿，我给你买了衣服，要扣好啊，扣子扣好。没事啊，我给你买了还有牛仔裤，好吧，咱们再试一下，好吧。套上，你套上试一下，看一下。没事，我还给你买了那个鞋子，我们再试一下鞋子，好吧。鞋子一定要擦干净，多帅。不是，你这腿咋了？呀，那出门搞不少红包，呦呦呦呦，这么多啊。走路都不一样了。嗯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又回来了，又爆没了，又啊！新年有没有给老妈买新衣服？准备好了，都准备好了。是呀，不是什么样的。复古风。什么叫复古风？
就是让你妈穿去年的。这我给妈买的那个扫地机器人啊，你们就说你们送的，刚好哄我妈开心。扫地机器人啊，年过年不用扫地了。没有吧？你有手机了？那你给拿老妈手机打个电话。嘿，在外面，我还以为丢了呢。不是我放的，我放进去干嘛呢？会不会是老爸？我。哦，那样弄不掉。最后一步了，又笑了，你看，高兴了。我不知道，我真。快了。等一下，怎么会呢？打个电话，别急，打个电话。走哥，别玩了，一会儿老爸回来，我跟老爸讲，把你手机也收了。收手机？你好牛啊！还玩不？要不你去把地拖了吧。滚！你把地拖了，我把我的手机给你玩。干得不错啊！玩我手机的稀有归来，还可以领福利，知道吧？可以。嗯。搞错了，拿错了。吓我一跳！等一下，等我一下。嗯。哥哥，咋了？帮个忙行吗？行啊。我太惨了，我想等一下我哥哥，咱俩一起。有问题？我请你啊，你当着给。行，没问题。哎呀，哎哥哥，哎大爷，你信不信我不用球拍、能接住哥哥十个球，随便接。哥是这样，他有心怀疑要干，我马上就来，打开门来要。受延安市商务局邀请，今天晚上8点，我们会在延安给大家带来一场助农直播，助力乡村振兴，能为延安尽一点绵薄之力，倍感荣幸。今晚8点，不见不散，谢谢。年，弟弟，我们明天我们就比如说，张总，你快不快？我不用你困不困？我来。
还行。佳诺，你冷不冷？不冷。不冷。李亮，打个气。